狼静山。狼静山，仙狼的狼，安静的静，高山的山，堪称摄影界一代宗师的狼静山大师作品《鹿苑长春》，是1957年在暗房历经19次重复曝光尝试所完成的黑白集景摄影，也就是把不同景物的底片局部在暗房里重新排列组合，完成类似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意境。画面中右侧左下角有一只身上有白色斑点的梅花鹿，正在享受春日舒爽气候，左方则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快木，快木下方环绕三只正躺卧在泥地上的梅花鹿，而右侧远处还有另一棵快木，比较小也模糊，旁边也有两只正在散步和吃草的梅花鹿，整个画面构图看起来非常协调，光影层次也很多变。在左下角还有一个狼静山老师的印件，而展场中还有另一件狼静山老师的作品《春树奇峰》，更是集景摄影的第一件作品，表现山与树的前中后景的绘画意境，获奖超过34次，是非常珍贵的摄影作品。